今晚全台湾嘅欠水情形该厉害，各地嘅水库嘅水情就该紧张。因为水情统计嘅资料就显示，三门水库嘅吨水量也蛮强，存到38.8%。桃园市长蔡文灿早晨出团见习普庄王炳发，农委会主委陈吉聪向下开业联合抗旱会议，过后一人就去安平丰顿来帮扛视察。蔡文灿就强调，桃园市去年11日就开始实施抗旱对策，希望大帮屯中央合作，爱三门水库水位下降的速度变更慢一些。安顺今年11日就为做好为日航工程，安排就为做的对亚三门水库丰顿来行个排太水的能力提高更多。近期普庄望梅花，农委会主委陈吉昌、桃园市长蔡文灿同白水库相关应援，29桥下溪溪菜快为完工街阿妈平防吞内防空工程。行出一安摩是昨天来向湿哒哒嘅涵孔哦，一位喺三门水库附近嘅阿妈平涵孔，一涵孔起实基本水库，希望来改善一水库吞内嘅情形，莫安厉害。水利署署长来坚信咩讲哦，按上今年十二月做好开始用。做得增加水库的断水率，咪做得来帮助水库用的时间，做得来听未来所有的空填涵的工作。防御隧道完成之后，会非常有助于它这个相关的这个排沙的这个情形。这个阿姆坪防御隧道将可以对于石门水库的延寿产生一个很相当正面的一个效果，因为它每年的这个排沙量差不多是64万吨左右的一个排沙能量。像文灿讲，你下泉台真欠水，从三管区系先用笔筒来水源，我对老街区、新街区抽水，个别唔拉将会用到厦门水库嘅水。头三管区有送水，系经过农委会核定，唔会受到两百欠水嘅影响。至于其他没有停灌的部分，农业部门这边会全力的让农民使用所有的河川用水，确保所有的农业生产无虞，来减少所有可能的粮食安全的疑虑。这段时间也要把上游的砂石疏浚，下水库的这个包括库底的那个路洼跟这个清淤的抽砂哈，要多方三管齐下哈，一起把水库的蓄水量借由这次再拉高。白水库工要拜阿妈平防吞内防空工程，他只拜托村内市是在28立方工程的内沙。托河坝水平好平康的时节，是会从防空的舱门打开来，用一秒钟600吨的流量，从地表的泥沙冲去下界的太旱区，安尼水库40吨够卡多水。客家新闻罗安泰放少年副分子头前报道。昨天红的情形还在案例会，因应山下来水情可能会继续恶化。高雄市就参前来做抗旱的准备。前座县政府屯自来水公司今日在体育博山技术厂，在针对旱水期间的几条屯消防用水来做也治水的演练。高雄水利局每体屏东的泥台加工厂来派来查水的演练。该度工业实验人气韩国厂所就派人去看，来参前来做好准备。消防建设落个接起水管，为水送茶中冷水，为了仅仅成就建水停等候，还改团为对联盟界感动送水感风灯，调整中风气送水感风灯。新竹县政府需求有请消防资料来到单位，透过三级水枪做旱水期间界消防资料持续检点。自来水公司讲，未来风气送水期间会提供5大水桶水灾水点，同43大临时送水站。新竹市规划2个紧急取水站，就是供消防跟医疗来使用。那新竹县的部分在规划5个取水站，总共大概有7个取水点。我们的医疗用水，到时候我们也会请我们消防局全力的来协助我们各大医院。这个不能开玩笑，人命关天，我们新竹县政府责无旁贷，一定全力来协助。高雄地区水情未来进步，先开始高雄的水情等候为转做感风灯。高雄市水利局安排台塑、台气同台沙发公司去屏东一台加工局局区盘水车载水检点，说明造旱期间临时买水同持续的流程。高雄市转为橙灯以后，自来水公司规划2个位置可以去载水，第一个就是屏东的一个加工出口二代加工出口区，那每天可以提供1100吨的一个用水量，
那另外一个位置在平南工业区，它可以提供就是2000吨的一个用水量，提供给缺水的一个用户哦，来直接来这里载水。高雄市水利局局长为了维持稳定供水，高雄提起新的处理机制，单一用水超过1000土改非工业用水户而上水10%，工业用水户而上水7%。外除了二两业者，储水器、洗车、三温暖同水两业者达标，拢会上水10%。因应水情变化，高雄市提早规划抗旱配套，工地重建。卡加新闻新竹频道综合报道。